嗨，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赛恰赛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 Mia， 我是 Jocelyn， 我是 Box。好，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我们的200多万观众呢，你现在多加一多乘一万就对了，我直接万，哇、wow ，想必都是在等我们本周的抽奖活动。那我们本周的抽奖是抽什么呢？我们本周抽的奖品是健林的随身小包，是一个黑色的矩形的包包，外面看起来是某一种尼龙防水材质。那它的分层非常的多，就是前面有个小隔层，隔层里面还有隔层可以放钱包，然后小隔层里面还有一个网格隔层，可以再装一些小的零钱的东西，然后后面还有个大的隔层，大的隔层后面还有两个小的隔层，两个小的隔层里面还有个拉链，欸，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在这边看起来蛮耐用的，我们提供给我们 Twitch 的尊贵的订阅户们开放，等一下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进行留言抽奖的活动。以上宣传完毕，我们来进入第一个新闻。哇，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卡住了？忘记第一个啊，第一个好好，马斯克，霸榜的男人，第一个是 Elon Musk。对，马斯克现在可能在中国吧？没有，他回来了，他昨天一日生活圈晚上的时候就搭飞机离。私人专辑离开了中国，为什么那么清楚他的动向？因为推特上面就有人追着他的飞机说：“哦，他今天到中国了，哦，他现在离开中国了。”啊，他周末的时候突然跑去中国去见见中国的总理李强，是李强哦，不是李克强，李克强已经挂了。居然有人、有网友说是李克强说去上香吗？显灵啊！李强啊，他们要谈的就是要让 FSD 看可不可以进到中国，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要把这中国的资料看能不能移到国外去做处理，做训练，就是转移资料这样，因为现在中国资料只能待在中国。那所以因为他们 FSD 要进到中国的话，就会有一些规范上的阻碍。但马斯克一去，哇，这些阻碍好像就都消失了。对，就这感觉上应该是事前先瞧好的，所以去了之后立刻当天去，当天就说哦。啊，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有通过一个消息，是他们负责汽车的那一个部门，忘记什么部门。那他们是说，国内的电动车包含了外企的这个特斯拉，特斯拉是唯一的外企，跟其他几家他们的电动车是有通过他们的那一种资料安全的审查，比如说在车厢内里面的这个摄影的资料不会外泄等等的一些资安的，它是认证通过，所以在之前就已经有点脉络可循的。没错没错，然后他一去了之后又有一个消息说百度跟特斯拉要合作，就是在地图跟导航功能上面，就等于说特斯拉可以拿到中国公共道路上面的数据。对，所以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之前呢 Elon Musk 他们在讲特斯拉的 AI 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路线的时候，是讲说我们就不去依赖这些高清的高解析度的地图的图资，因为之前有路线之争嘛，一种是我要有光达，我要很好的硬体，我要有光达，然后软体上我要搭配了高解析度的地图等等的。但是那条路线在后来被确定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硬体上面就会增加了汽车本身的成本，你汽车就卖比较贵。第二个是图资上面，你要一直大量的去维护这些图资是很花费成本的，因为你必须车子一直没事在那边巡，然后一直去更新那些地图，而且不只是重点城市，是比如说以中国来讲，那中国它12345线城市都得去一直去更新的图资，这也是很困难的啦。所以他们在现在看起来中国那边的电动车，目前比如说华为，应该是华为吧，应该是华为，嗯，还是华为，是华为吧，还是那个比亚迪，忘记其中哪一家，他们现在就已经是不用放弃了我们刚刚讲用大量的高清图资或者是这些光达这些之类的方式去做。那这个是个方向，所以他但是这个路线即便是不要用高清地图，但还是需要某种的地图导航的资料。
所以它还是得落地跟百度去做合作，那才能够有这部分的资料。嗯，所以结论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趟旅程。对，他们说因为光这样子，它昨天股价应该是涨了 15%、16% 之类的。我印象中一开始只有 10% 啊，那后来我不知道它涨跌到怎么样，但我猜这应该起码是一个 10% 的涨。然后其实这有一件事情是蛮有趣的，我观察到一件事情是谢金河。哦，你有看到这件事情吗？有胡海明灯，他就不行了。我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看到他4月26号的贴文，就是上礼拜五，然后他说他要直播说这个特斯拉的颓向什么毕现还是什么说的，就是已经就是有颓势，就对。结果我发觉不对，他其实是4月23号一个礼拜前就已经说特斯拉不行。然后我觉得最妙，我观察到几个时间点是他讲的那一天4月23号就是这个特斯拉过去一年股价的最低点。然后就在那天之后到今天已经涨了 30% 到 40%。就是他 last call, 然后 call 到了、哦、真的是蛮厉害的。非常厉害。然后但是他为什么是23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去看他礼拜五的直播节目，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一样，就是把 Inside 上面的特斯拉的新闻念一遍，就说特斯拉死定了。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原因是在他其实看的都是主流，非常的主流媒体，比如说什么彭博啊CN 啊 CNBC 之类的。那些的分析师就是会蛮美国非常主流的一种做法去抨击 Elon Musk。那些新闻呢大约是在4月20号的时候的事。所以第一个是他比太晚了。他比美国的晚三天。他刚好 call 到 button, 就是刚好就已经呼叫到，就已经在看他，就是他看着国外的媒体已经是隔天嘛。隔天的资料，那隔天资料，然后他可能要上节目在隔天了，他确定我要写这件事情，所以他大概落后三天，然后刚好就是，然后美国投资人刚好很恐慌，就刚好一直卖，然后卖到说他刚好他要播他的新闻的时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个长鞭效应，就是那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那打抖到最后面，他是那个最后那个鞭子隔山打牛，然后我就想哇，这个真的是一个我看过的一个学术理论里面最棒的，因为确实这是一个我以前看过这个理论，但是我不知道实证上我可以这样观察到在海景第一排看到真正这个理论实行的，对对对，所以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估计他应该不可能去看 Twitter 这种社群，也就是说他不太会看到反向意见，相对就是你如果只看单一媒，就像我们只看对，我这样举例不太好，比如说我们只看 TVBS 或 3D, 那我们可能就只会接受到某一个侧向的讯息，但是你不会看到乡民实际上是怎么反应的，或者是有很多其他比较小的的媒体他们的的反面意见，那就会造成某种很有趣的结果，那这是我的观察。所以要说人家是什么古海明灯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准备要跑的是有一个原理在背后的。然后我在猜那另外一个是相对来讲，如果今天是在报台湾的可能会稍微准一点点。因为不用再从国外传回来。第一个是国外可能不用传回来，第二个是因为他已经够老了。所以他老的时候会认识哦，你直接在这边说人家年纪，他自己几岁应该够算够老吧？长辈啊，那这没有那么不好意思，老就是一个体现，中性的，一个中性的说法，你不会说我70岁还是个年轻人，说不定啊，是国民党的说法，预期的余命可能到140岁啊，不，我的意思说70几岁，你说个老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的意思说他认识的人够多。认识人够多，他知道内线就会够多，那你给的资讯可能会相对正确。这是完全是一个相对的。但是如果他在谈论国外的话，他资讯可能相对比较不会那么正确。原因是这样子。我后来思考了一下他在哪个圈子里面。对，他哪个圈子，如果他讲半导体哦，那有可能，因为他的人脉圈在那一广。那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获得资讯的方式的来源。对。
好吧。好，给大家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那我们有个网友问说，有抽特斯拉吗？我们帮你转达给马斯克。有抽特斯拉吗？伊隆马斯克还记得我们抽过，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抽过特斯拉的日历。好像是哎、欸，对啊，我们有抽过特斯拉的、哦，还有那个什么圈贴纸啊，我们都抽过啊，你不在啊，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哇，锁定塞卡，下次有机会抽到特斯拉的贴纸的贴，哎、欸，其实现在还有，我还有、哦、那一份贴纸，你桌上还有，你要捐出来吗？我觉得太麻烦。你最近不是清掉一批书吗？对啊，我清掉一堆书，怎么不拿出来抽嘞、啊？不是你抽，你还要寄哦。对，然后那个签个名啊。书已经是好记的东西了，已经是好记的东西了。我们记过这么大的键盘组哎、欸，键盘组也还好，你那个箱子因为体积很大，所以就很难记。哦、，OK， 好吧，我们 Elon Musk 的新闻就这样了吗？两位好像没有，对啊，因为他也是沉寂了一阵子，终于现在有一些新闻跟一些股价回来的感觉，没错没错。我们在这时候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分析师，那他们都会聊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谢金河先生，或者是我看到一些台湾的分析师，我其实突然间被转到、嗯、然后我就看，然后我就想说哇，其实大部分的在台湾蛮可能是因为习惯的关系，就是大家分析Elon Musk 的方式就是算他看新闻哦啊哦。算他多久没发文吗？不是、哦、算他不是，这都是我们的方式、哦、这都是我们的方式、哦、他们算的方式是按照他卖电动车的量，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说电动车 哦我看起来啊我看起来下一季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不会有起色，这股价不会好，这是台湾的制造逻辑啊，这非常的非常台湾制造，而且就是看着这一季财报去猜想下一季，但这都没有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以半导体立国，那我们都是用这种产量，因为我们是最在地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台积电现在可以产多少的这个晶片，然后会知道车用晶片出了多少，我们会知道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十个或二十个朋友里面一定有个人在类似半导体的公司里面工作，所以一定会知道订单的状态，我们知道出货量的状态，所以你就有办法估业绩，那你就可以知道股票。可是那个是制造业的方式，那刚好电动车就像是车子是个制造业，那所以可以用制造业的方式去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 Elon Musk 其实他原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混合了几件事情在做，包含着车子、硬体，包含了太阳能板，包含了AI 软体。那刚好，如果大家评测只是看着这单是我们嘴炮了，就是说只看着电动车那一块。那你就会知道，你就不会知道说这些人的评论里面完全没有看到 FSD 耶、欸，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不存在 FSD 在北美全面开放这件事情啊，然后也没有思考过说那边有软体收入、欸、，Hello， 那边是一天是最差就是一个月3000块台币，然后假设有不知道几万台这边跑，那假设有100万台这边跑，那是一个几亿的钱，那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人写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重大错误的认知。那假设如果他把车价赚的钱倒赔，甚至是不赚钱，那去跟中国这些电动车 compete， 那这件事情没有人去分析这，我猜 Mula 可能有写，我猜 Mula 之类可能有写。Shout out to Mula， 对不对 ？Shout out to Mula， 但是其他人，我觉得传统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件，好像没有人这样做。其实我猜谢孟公也有。我猜大家在赞叹谢孟公，所以我猜测谢孟公应该在两个礼拜前应该已经有口讯说可以进特斯拉之类的，我猜啊。你说全自动驾驶？对对对，我猜应该是有，所以我会看到一堆人是说哦，谢谢谢谢谢金河，谢谢谢孟公。好，所以我在谢孟公，对对，都谢啊，谢谢啊。那我觉得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观测到的一个我现在感觉是世代隔阂啊、oh. 我觉得是世代隔阂，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观测完毕，所以没办法下定论，没办法下定论，但是我现在暂时感觉是世代隔阂。
但 anyway， 软硬思维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为什么会在 FSD 这边还是有机会拉大差距，或者是保持一定的优势，是因为我们过去其实讲过很久了，就是我现在在开车特斯拉，我现在是把特斯拉的镜头给遮起来的，就是它车内那个镜头啊。它可以侦测，因为你要做坏坏的事，不是因为呢，你会不专心，不能你不专心的时候，它就会说，哎，这个，请你这个拱快手去驾驶方向盘上面动一下，要不然经过五次，我就会把你这个叫自动辅助驾驶的权限给关掉。那我现在就觉得说很不爽，说他妈的监测我，我就把它。现在就是远端上班的时候，用滑鼠自动卷动软体在骗公司老板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把镜头给遮了，那遮了之后，哎，这个 alert 大概频率就下降了50%，我认为下降50%。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是数据监测，不管是在车子里面，或是把数据传回去他们的 data center， 那然后再去做 AI 的训练。然后再把 feedback， 再把这些软体空投回这个车子里面，它不断的训练，它这样子搞了10年了。然后呢，它最早也是应该是买了一大批 H100 的，就是 NVIDIA 的显示卡的硬体的装置。那你可以要想象哦，假设它现在应该在全球应该有几百万车在那边收集 data， 那这个 data 的量其实比所有的汽车都还要多，我不太认为其他人有这样子做。然后第二个是在台湾呢，比如说我们特斯拉可以上网，可以听音乐，这个东西是理论上是不用钱的，对我们来讲不用钱，就是你没有每个月缴月费嘛。那他其实用这一个东西是在传他的这些影片啊，这些资料，我没有感受到小米我不知道啦，或者是中国的这种未来电动车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猜测可能有。但是其他的我认为汽车产业并没有人这样子做。那这个你要想，他跟台哥大签约，然后签几十台几万台的上网费用，然后没有跟车主 charge， 他其实就是为了累积这些 data。 那这个决心我没有看到在传统的车技上有这样的做法，所以光这件事情上面的积累应该可以撑蛮久一段时间的。这个是我觉得短时间应该这五六年这三年内还可以吹的梦啊，应该是这样。OK， 不构成投资建议，但是我们是在讲个 vision， 就是趋势观察啦，我们就是 inside 的网络趋势观察。这没有投资建议啊，这只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因为数字你们去算啊，这个不关我们事，我们什么细节都没有讲，也没有鼓励大家去买什么东西。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也没等一下，你刚刚想要讲什么？没有，因为其实我想这广告很短啊。也没有广告，其实没有广告。请大家如果要买广告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位置可以用，不断宣导。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什么呢？最近有很多诈骗，也不是最近啦，就是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的诈骗。那我会想讲这个呢，是因为我这个上周已经有大概两三个朋友真的是私讯，就是被诈骗到了账号以后，然后私讯我说帮他的狗狗投个票。我想说这频率蛮高的，因为我朋友不算很多，我还去的朋友可能300个人。然后就已经有两三个人就是在同一个礼拜里面会传讯息给我。那这个是我们想要宣导一下啦，就是最近有个常见的诈骗呢，是朋友会突然发讯息给你，然后说有一些小朋友啊或是宠物的人气比赛，然后丢个链接给你说可以帮我的狗狗投个票吗，冲一下人气。但这个其实好像我印象中其实很久以前就会有这件事情了，就是算是蛮正常的，所以蛮多人会被骗，那个连结的网址就点下去了。然后点下去以后呢，因为你投票可能会填一些资料嘛，然后结果就发现，欸，怎么我那个连结点完我账号被盗了。那其实这个蛮传统的不是吗？对啊，这是很传统，不明的网址不能直接点下去啊。他利用我们对狗的弱点，就是看到可爱的狗狗会想要投票，投对。但是你会填资料吗？要填个资？
我不会去投票，因为他是会跳出一个授权投票页面，结果授权了以后呢，他就会把你 LINE 的 yes, yes, 对对对、啊、把你 LINE 的电话号码，然后就一直叫你输入认证码什么的，所以你就以为是真正的认证页面，对对对对对。我其实另外听到，可能又觉得是朋友的吧，就想说好，我多做几步帮忙一下。确实，我现在比如说人家哦在吗？我说哦要多少钱？在吗？在吗？啊、要多少钱？哦、但是我直接进入正题。但是我最近还有一个，我最近有一个说我终于遇到了，就是 Facebook 的，就是说请你答应加入社团不打广告好吗？然后你有没有遇到吗？哎，干什么没有？没有，那是有钱人的诈骗模式。我们只会收到帮我的狗狗投票，真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钱不会发财。对对对，要投资只有十块钱。投资的那个他就跟我讲说，你加入答应不要打广告好吗？然后我就说，然后因为我之前看的一个截图是，比如说接下来你就回应天龙地虎，他就开始哦，对对，小鸡吃蘑菇，小鸡吃蘑菇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回答，哎，我照着打，他回答我另外一句，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哦，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你不会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开启隐藏模式了，就跟他聊一下业绩，看一下最近诈骗行业的，对啊，就是、观察一下，那个看一下，估一下台湾景气有多好。那个梗是这样，就是诈骗集团理论上就会跟你开始。认为是自己人，然后就开始跟你就是一个密语，通关的密语，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就像反清复明一样，反复清明。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严重，是我前阵子听到的，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广告是征才广告是，是喜马拉雅说要来台湾。那喜马拉雅其实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声音的平台，它可能是说书啊，讲各式各样跟声音有关的内容。然后他今年应该会在今年好像要上市，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就是他要来台湾征才，然后结果发现征才广告是假的，原因是因为他就说假借说我要试听你的声音，叫你录几句，然后他去骗你的声音。然后第二种是好像也是 LINE 上面的，然后是朋友，然后目的其实最终也是叫你讲几句话，然后也是要去骗你的声音。所以现在大家都有我们的声音了，不用打来。对对对，大家都有我们的声音，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另外一种在骗声音，那有可能会用这个声音去做，用你的声音去骗你的家人，那这个也是一个要被防范的事情。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世代，这些事情不管是影像、声音，无可避免的都会被盗用。那大家要。也没办法设个通关密码吧，哦，就是跟家人们小鸡吃蘑菇，对，小鸡吃蘑菇，想象着有一个通关密码，然后稍微防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个人是认为我一定我的声音已经到处都是了，所以没有差，我的个资早就被泄露过100遍了，所以但盗用你声音的人他会哇哇哇哇哇吗？他可能会学得多像，哦，对，知道他学得多像，看你要截取的片段有多好，哇哦，他连那个背后的讲话逻辑都要学起来。就是没有空白可以填的时候就要开始哇哦懂前一两个礼拜才有一个老阿伯，就是因为他诈骗集团假冒他儿子的声音用 AI 假冒，然后他就被骗哦，真的啊，但被警察挡下来，好厉害哦，挡下来你现在是不是克制自己不要哇哦哇，我觉得你刚刚差点要哇，你的通关密语，对，哇，你的通关密语五个哇，哇哇哇，没有了，好了，下一个。最近好像还有个诈骗啊，我暂时想不起来了，那就跳。还有一个警察的诈骗，警察的诈骗是什么？他拿165平台上面的受害人的个资。然后再把它去给诈骗集团，啊，你讲的是警察，对对对，新北市的警察，就是内鬼啦，内鬼，然后对对对对，但是这好像不是第一个，我记得我看到这新闻已经看到两三次，就是一个是在什么屏东还是高雄，还是台南，那反正就是警察把他们看到，因为警察能够看到资讯其实蛮多的，确实就是他们可以看到什么某种平台上面户政资料什么之类的都看得到，所以这些人只要有人拿一些钱就觉得哦，就把资料给出去了，不痛不痒，但 anyway 就我们就是在这边做一个公益的宣导，大家看到不明的讯息与连接，就算他是用你朋友账号传来的，不要点下去，点下去以后他问你一堆认证码，那是假的网页，不要输入进去。好，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想说，该不会这个真的很重要吧？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不要点别人给你的连结。好 ，OK， 好，你 Google 就会 Google 到一堆诈骗新闻了。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宣导完毕。对啊，做个结论嘛。然后接下来我们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什么？买 data。哦啊，就是买 data。买 data 这跟其实跟刚刚那个各自有关系啊。哦，对，就是数位部做一个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平台，简称 My Data。My Data 其实在很久，它其实不是、哦、它不是这今天才出来、哦，但只是为什么这一天大家会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忽然间有一堆老人，然后呢，这一堆老人呢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发觉 My Data 的平台可以看自己的出入境记录。嗯嗯，然后就是开始在 show off 自己出入境几次。哦哦，是老人哦，因为我是在、哦、只有老人才有办法有大量的几百次的出入境资料。不一定哦，我看很多网媒也是每天在出国啊，没有在这边一个炫耀的。没有，通常如果能够 show off， 然后说自己有几百次，不是机组人员，不是机组人员，就通常都在玩的这一种。然后你要到几百几千，没有，你也忽略了年纪一样从20岁到50岁都一直在玩的人，显然会比只有从20岁到30岁在玩的一定大于一定多。哦，那你是40岁才出国玩的人？是没有，我像我没有 show off 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国记录。哦、对，所以理论上这些几百，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就忽然间在秀自己的出入境记录，代表自己很常出去。哦，我今年只出去了2次，有点少，要再努力一下下，大概是这一种脉络。你就看到大量的人在贴这种东西。那所以大家就忽然间哦，这哪来的？这买 data 里面上面会有你出入境的资料，这是来自于应该是外交部吧？那不对，应该是别的啊。Anyway， 那其移民署之类的，然后其他的就会你就看到上面其实有很多 data。那这其实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原本的目的是数发部为了让大家把各个部会把资料交出来，然后。先挑一个平台，就是说你们先把资料交出来，然后我们看之后如何去交换资料，去应用这些东西，然后可以让它变成是一种通讯协定。那这个是那个网站的终极的意义，你可以补充哦。没有啊，大概就是这样。那总之，如果以一般的民众来说的话，等于说你在 My Data 这个网站上就可以经过认证取得，蛮多你个人散落在各个政府机关里面的数据资料，那你之后想要拿去怎么样应用啊，就是你的事。等于说你自己的资料你可以自己有个统整的地方可以找到啦。对，但是现在比较红的就是看你自己的出入境记录的这个功能。因为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一个平台，是因为刚刚像Mia讲，这所有资料是要被打通的。那过去打不通，因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搬一个资料，他就跟你讲说哦，这资料不在我这，这资料在某个部会。所以你很容易就是很容易被丢来丢去，被丢来丢去，找不到自己。那你如果现在直接要跟那个部会拿，他跟你讲说哦，这个要等10天5天，我们要跑个申请。所以现在，所以数发部在过去几年里面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先把叫大家把资料先缴出来，用一个共同平台。那以后呢要怎么用？哎，大家不要说要跟谁拿了，直接就是到这个地方用个人的类似像缴税的那个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手机门号加上健保卡的卡号。就可以 download 你的资料回来。其实税的资料其实也是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在猜测。对，那等于就用同个方式打通了所有事情，所以这其实是原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那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是大家只是拿来娱乐，说用来 show off 出娱乐很有用、欸，对不对？所以没有问题嘛。但是大家可能最后记得唐凤就是什么点餐平台，好可怜，这是蛮惨的啦。但是但这其实也是数发部过去在努力做的事情，跟它背后代表意义，它并不是只让你修复你的出入境资料，而是代表这些资料被打通了。然后你是个人可以掌握的，对啊，你个人可以掌握，可以个人可以 download 的。然后他目前提供的服务包括找文件，就是个人的文件，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个人户籍啊，自己的劳保、投保、财产、所得什么资料、啊，所得也可以啊。对，个人所得、车价等资料。然后另外就是找服务或是领柜的服务，比如说你本来可能要带一些文件临柜去什么户政事务所办理一些手续，
然后你到了以后，他又说，哎，你这怎么没有带啊？你要回家再拿，再排队一次。对，类似这种很麻烦的事情，那你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下载到备齐，就是所有的资料，然后产生一个条码，所以你临柜的时候你就说给你扫这个条码，这其实就可以办完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真心觉得是蛮重要的，但是它被低估了。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可以找一些线上服务。把自己的个人文件下载以后呢，你经过同意就可以在像刚刚讲的就打通了，可以直接上传到其他的机关去，就不用经过你的手然后再去跑线下大地活动，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可以减少一些排队的时间。好的，我们进行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我只是帮你做个结尾声音。宕机了，好，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什么？主客博，嗨，主客博，主客博是我讲啊，没错。OK， Mark Zuckerberg 在大概在一个礼拜前有接受了一个访问，一样，我不记得那个访问者的名字，我觉得他的那个人在 YouTube 上面大概大概有100,000的订阅，我觉得没有很厉害，因为向农觉得没有很厉害。我不是讲订阅数很厉害，是我觉得他访谈内容我觉得蛮普通的，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Mark Zuckerberg 会去上他节目，但是不论怎样他上了。然后我觉得 Mark Zuckerberg 在里面，我觉得有两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是，第一个是主持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在这2-3年内或者这5年内你买了一堆显卡，因为现在我们在讲说 Meta 是这个拥有一堆算力的男人，就是大量，我忘记那个好像是50,000片还是几万片的囤了一堆，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远见，在你的股价低迷投资人会干掉你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他的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本来要做元宇宙的。不是，他原本这堆显卡是用来算，他要来追抖音，追逐抖音，因为他那时候主要是他把他追抖音，我想说，那他有要公开他的追踪清单吗？他主要他的演算法，比如说 Reels， 他要去 clone 抖音的演算法，他要做很多推荐啊，什么动态消息等等的，那所有东西都是用 AI 去推理，所以要大量算力。那结果他就一直买这个显卡。就发觉说哦不这 GPU 就觉得不够，那就只是因为他就囤了很多，但他没有看到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他只是刚好就买了一堆，并不是他天纵英才，他自己这样在上面承认。我说哇，你这个承认的蛮直接的。然后实际上他也问了他有可能是接受到外星人的讯息，告诉他现在要买显卡，他其实是外星人，但是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会那个就揭露某种秘密，要先找个理由。对，然后你完蛋，我被你打断了。怎么样？最近好像是看什么外星人的小说？不是，主要是他买显卡的过程。完蛋，你把我打断了。哇，大型语言模型要重新整理一下，那我们聊一下三星，你想一下。他就买一堆显卡，哪一种啊？他说他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说今年要有350,000个 H100，然后新的 B200，他接下来就还是会继续狂买好几。他买的时候应该也还算还没开始涨的时候吧？我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现在有点reasoning， reasoning， 我的暂停，我已经当掉了，他现在接不起来了。1+1=3。三。哇，这个坏掉了。Meta 是 NVIDIA 最大的客户之一，我来帮你。我正在暖机，我在暖机啊！这个我现在其实真的忘记我要讲什么。对不起，跳掉了。Anyway， DDoS 攻击有用。我们输入一些废 prompts， 然后他现在就不知道回什么。他现在开始回一些无意义的语助词，还是我们重启词要设 wow？ 我们讲了10个 wow 以后，他会重新开机。啊，算了，那个等一下，我觉得这老人阵头了。OK， 我应该这样说，整件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我们就整个访谈来讲，他问了很多
开源拉玛，也就是他们的 Meta 的大型模型这件事情，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要开源，他其实有讲的就是他认为逻辑上哲学上这样子是对社会比较有帮助的。但是他也说了，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内部评估说开源继续下去继续会有问题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开源拉玛。所以拉玛不会他们现在把自己的大型模型开一直不断开，现在是拉玛3嘛，他们拉玛3最小的那一个版本其实是比前面好像是拉玛2最高级的版本一样强。就是这是他们现在的他自己的结论。那那你问他很多什么大型语言模型接下来发展的路线会怎么样，他我觉得他很诚实都说他不知道。他说哦，我很难预测。知道但不能说。也有可能。但我觉得他这一次，但这些人都的确啊都是很好的演员啊，跟 Sandalman 一样。他最近还加装了表情功能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我刚好看到一个中国的案例，他们讲的是这样，就是说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那边的这种这种代管云端服务，比如说像 AWS， 他们那边是腾讯、阿里腾讯跟谁啊，反正就这几家，然后还有百度。然后但是那时候抖音的叫做火山理论上好像是第四名或第五名之后的。但是那时候他们都腾讯他们都没有继续买显卡，就是想说这个没有算力，没有需求，没有这么大，我们就不需要，所以就都没买了。但只有火山，因为它其实是字节跳动，就抖音的，那他们就是继续买，一直买显卡。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应该是中国也许是前三大的云端服务商了。原因只是因为在三年前，他们就是傻傻的一直继续买显卡，厚的，于是就赢了。所以结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偶然，他并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去准备好，他没有，这些人都不 是特地是先知，这些都没有人有远见，就只是刚好，所以这证明了一种历史的运气必要性。对，我只是想讲这件事情，搞得显卡好像是现在的黄金一样。对，但他也讲接下来在某个时间点，这件事情的需求可能理论上就会下降，理论上啊，但他也没这个 Mark Zuckerberg 讲的，所以也是一个位置，他说其实也是个位置，因为理论上如果这就像是我赚钱的，我就会大量的一直把钱加码进去，直到他不会赚钱为止。那现在大家都还在那个加码的过程中，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效应会开始递减，或指数型的反应会开始下降，是不知道的。他说也没什么人知道，但他觉得最终的这个bottleneck 这个瓶颈不在于显卡，而是在于电力。就是它一样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一个我现在训练的这个电力，可能我们现在只用的我不知道10000张，好，10000张显卡来算。可是呢接下来我要20000张啊，20000张的电力的倍增，它不是说像软体一样插了就会有，而是我现在要盖新的电厂，那甚至我要盖一个很大的核能发电厂才能够去有一个50000个 GPU 算力的等级的这个计算能力。那我盖一个核电厂显然不是一个几天或几个月就会完成事情，所以最后会卡点是在电力而不是算力。所以人类最后的出路果然就是当电池。当电池也没有，你要把人类当成电池看起来也很困难了。为什么？哦，你反正也不是，往好处想，说不定我们现在已经是电池了。而且实际上人类能够发电的电池的电量太小了。这个好像实际上有人讨论过，就是我有看过这件事情，大家所以还是核能跟太阳能优先，等到人类发射一些奇怪的脏蛋把太阳遮起来以后再说，这是 match 的剧情。OK， 好了，那这个是我现在有想到，我终于回归回来想刚刚 refresh 三分钟，不是，你是很像什么大型语言模型，然后现在不是吐到一半嘛， token 就中断了，对，然后你就无法 resume， 你知道吗？对，然后他就一直说错误，我一直重新整理还是错误。哇，这好大型语言模型，然后你就是一直无法整理出来，然后想想算了，我先随便乱吐一个好了，现在就 work 了。好，
好啦，就这样。那刚刚讲到 Meta 开源的那个祖克伯的核心理念之后呢，因为我们上周才上周吗？我才在讲说苹果怎么都不开源他们的 AI 这个转程哇，给你100分。然后苹果就推出了它的大型语言模型 OpenELM 的开源，然后强调的是小尺寸高性能可以离线运作，好像大家都差不多。那但是重点是苹果这次真的开源了，然后OpenELM 也是强调可以在笔电跟手机上运作，因为它就是小尺寸嘛，然后又离线。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围绕在某种 iPhone 可能可以使用的应用范围上面。那重点就是墙一直打得很高跟很神秘的 Apple 终于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看看。可是我以为开源的哦，因为苹果自己看，因为我上个礼拜在日本，所以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看手机、我那时候看到是有人把微软的某种大型模型缩小放到iOS 上面，然后看起来据说等级大概是 GPT 3.5 的等级，这代表看起来还可以，所以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苹果也有开自己的哦。那还有一则新闻是说，苹果最近在跟 OpenAI 谈，然后就说要把 OpenAI 的东西塞上来，重新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猜它应该是多种路线都在进行，同时并行。但他感觉本地端可能会用自己的，然后聊天机器人可能会用 OpenAI， 然后可能会用 Google， 好像两边都一起都试试看。也是一招啦。原因是因为反正也不是没做过这件事情，等于是有点像把搜寻引擎建进来那个感觉，搞不好还可以收个钱哦。真的没想过，居然是收人家钱，而不是人家收他钱哦，有道理。没错。那 OpenELM 呢，也是在 Hugging Face 上面，大家可以找到的，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你这样子，因为我字还没看完。那微软本周发表的可以在智慧型手机上面做的是 PHI 3 Phi 3，对，就这个，这个把放到苹果上面。有人说 OpenELM 的表现烂于 Phi 3。因为然后所以就有人就在说为什么他那么烂，那就那么烂然后还要开源，有人就觉得说这是苹果的这某种商业手法，为了救他们的股价之类的。有道理啊，起码说我们他在 AI 上面静音太久了，对，就还是得起码要有一点消息，我们有做一些事情这样子。但可能好的还是不要开源，先给你一个大概的。但讲到这个，其实台湾我们看到有应该是上市是联发科吗还是国科会，他们这一次在 Llama 3一出来之后就立刻出了一个台湾在地版本的联发科、然后他们有教条，就是说我们上次有采访嘛，那他们就讲说他们现在针对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出来，他们有办法很快的就给出台湾在地的优化版本，然后就 fork 回去里面，那所以这就可以再用。那所以理论上这是一种新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符合台湾的民情的大型语言模型。是这一个吗？我怎么记得发哥是应用平台？我怎么记得国科会也有搞了一个啊？就是 anyway， 反正台湾有自己对，有这一个。我们的总之，我们的忠实网友无职提督先生呢是说，联发科先。但是国科也有一个，对，所以总共有两个 PAID。我就一直看到有类似的新闻，然后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下载来用，所以各位有人下来用可以分享一下结论，因为我之前看到结论都不太好，所以我已经不太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还是会吐出很奇怪的结果，就是它没有真的让你想象中那么好用，所以我猜测它就直接推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略，就是我有推了，对吧？大家都是要交作业，是不是？对，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跟苹果一样，就是我有交哦，我有做，这个是符合台湾的，大家可以来用哦。但是好不好用哦，大家来试试看。跟我们一样，截稿日前再交。他说泰德团队利用了，因为他们有用过 Llama 2的，就是有做出一个聊天机器人，然后这次利用过去的经验，然后只用了4天的训练时间就做出了一个新的。所以那时候 Llama 3出来的时候好像在一个礼拜以内就是有大量的好像是 fork 吧，就是把开源程式给弄回来，然后重新
去做了一些事情，好像量级非常大，因为我猜测因为全世界人都有 Llama 2的经验了，所以就是把 Llama 2的东西丢上去，丢到 Llama 3上面，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新的作品。哦，抄自己以前的作业，这就是开源的力量。哇，就是上一个报告改一改。对对对对对对，开的，对对对，可以加下一份报告。对对对，大概就是我们也升级了，我们也立刻 patch, 经验了，经验了 ，patch 上去了，所以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好，对，开源的力量，开源的力量，还是要精修啦，还是要精修。对对，我们对等等，我们前面做过的东西不要重工，对对对，我们拿来用啊，就可以在细节上面做更多的调整，它就越来越好。没错，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经验的累积，走过的路没有白费。开源的力量，开源就是力量。对，好，好，我们下一则，Google。Google 的新办公室开张了，让我们来聊天。有谁去？你去的？我去了。它开在板桥的台北远东通讯园区，它原本在那边就已经有一栋了，然后现在是开第二栋。那它主要里面就是要研发一些硬体，就是消费者端的硬体，手机、手表那些的。然后所以就很多是实验室，然后他就给我们秀了一下他的实验室。秀了一下实验室，实验室里面有什么？实验室，比方说它有一个实验室，就里面都是机械手臂，然后那个手臂就是要模仿我们使用者怎么使用这个手机，然后就看这些硬软体的功能可不可以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样子。然后还有，对，这就是实验室，他秀给我们看的。然后哦 ，Google 的办公室就一如往常的有很多。巴菲特，华丽的东西，对对，什么咖啡吧，就是像一个高级的咖啡厅这样子，睡觉室。那你有吃到 Google 的巴菲特吗？没有吃到，为什么？蔡总统有去吗？总统们都有去，好多人去，对对，总统们，对，总统们，蔡总统们，萧美琴副总统，侯友宜市长，侯友宜市长，然后大家都去，对，AIT， 啊对。Okay, 很重要的建设啊，Google 投资台湾建设、不然呢？学侯友宜讲话，他讲又我有攻击。我们不谈政治，但是我们就谈党边什么东西。他现在也宕机了，等他一下。我要讲怎么样表达出不出我的政治色彩。OK， 好，这是侯友宜，他在内心 filter 过哦，自我审查。对，他就是那个小金总字有点要跑出来以后，对对对，又被消掉，然后写说这不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好像不能涉及到这个。反正他是说 Google 台湾全部的员工有数千个人，然后侯友宜上台讲的时候，他就说出了4000，然后非常非常有自信的说出了4000，然后导致后来大家就是满头问号这样子，就是这样。有4000个人，就那我们，然后我们判断不出来他是台湾国语还是他搞错，就这样子无聊的小故事，一点观察，一点观察。讲到这个，其实Google 刚好在这一个礼拜有给财报。Oh. 然后其实你看到他的财报，劈柴先生就是这个 Google 的 CEO， 他有他其实在财报里面有讲，就是说我忘记细节是什么，但一样我不太确定细节，就是说Google 可能花了比如说10年才达到了，我乱讲，这数字都乱讲，比如说100个 billion 的数字，但是他们在过去的3年到5年间就达成了另外一个100个 billion。然后它那个数字啊，营收那个数字是一个很漂亮的曲线，一直往上，就是你看它那个柱状图，就是一直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上去。那所以，大家就在想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外的文章在骂说，哦 ，Google 已经丧失了过去的精神啊，都一堆烂计划，然后这些计划都是很官僚啊、体制啊什么之类的，这边骂。但是，对啊，Google Podcast 呢，还我 Google Podcast。然后以结论来哦。讲到这个 YouTube 的繁体中文翻译还是没有好，还是坏的，还是坏的啊。Oh, anyway， 但是反正呢，你看有一堆坏掉的东西，它营收就一直涨，然后 P 财就表示也不用凶，然后 P 财就觉得说 ，P 财你还不是付钱买 YouTube Premium？ 对 ，P 财一定觉得说啊，干我们这个我做的很好啊，为什么你要一直骂我呢？赚钱啊，然后我还是很赚钱啊，然后就是觉得很闷，所以
股价就上去了嘛。然后他好像是要分股利的样子。对 对, 对。所以就整个来讲就是欣欣向荣。那过去大家一两年都在骂他说什么比 Microsoft 的这个三大二烂啊什么之类的。就其实好像也没有啊。以结论来讲也没有。就是人家钱还是在赚。而且人家还是很赚钱，然后让员工们这样吃吃喝喝打包带走也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很赚钱。你看作用这个金山银矿有多么的快乐啊。对，大概这种感觉。OK, 很赚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分的。那下一个新闻还有，我们超多新闻的、TikTok 要讲吗？我也不知道。美国国会，那我们就快速讲一下，是美国国会吗？对对对，就是 TikTok 有个禁令，然后他现在通过了他的最后一关，反正他就是变成一个，就禁令就生效了，然后现在 TikTok 有270天的时间。可以让就是字节跳动把它卖掉，不然你就没了。字节跳动说我不卖，对，就是它是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对对，如果要卖，我们就是关掉。对对对，所以他也有可能，那他也有可能去法院就说你这样子是就违反言论自由了。但是那就是法律的战争了。那要不然就是270天后关掉。哇，好屌哦！大家可以想象没有 TikTok 的例子吗？可以啊。就其实好像有一天如果关掉，就是大家的生活就是应该马上就会有别的起来取代它。我觉得可能其实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更没有影响。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在想，比如说我就去 Reels， 我去 Shorts， 然后你会一样再找到这些人，然后世界网红适应的超快的，应该马上对啊，马上他可能会阵痛个一个月啦，但是我猜应该是世界一样会很，因为你没有他应该不会怎么样。确实，对，好吧。然后大家如果不同意见，可以再留言。我们这边的人可能年纪太大了，对，又没有用抖音，但我估计我已经不是在学学生，估计可能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只少了一个小娱乐。有人说字节跳动可能卖平台，然后不卖演算法，就是一个空空的壳，哦，那就是卖了 logo 出去的感觉。这也是蛮奇怪的。真酷哦！但你就没有剪映可以用吗？搞不好剪映就变超难用，哇！但 YouTube 的要出来了， YouTube 的就也没有很厉害、没有了，都没有很厉害。我觉得剪映那个是真的厉害。YouTube 的啊，他做一个 beta 版的，类似也是智慧剪辑的 app， 但是功能是比较简洁一点啊。简洁，对，哇，养这么多人做出是对那个养这么多人这么赚钱，怦然心动的简洁魔法。给大家参考，但还是可以试一下。只是它，比如说它字幕现在支援的语言好像就三种嘛，英文跟另外两种，没有中文的，你可以自己打啊。好吧，抽奖好吧，好吧，好，我们可以进行抽奖的一个动作。我们有要讲 PC Home 吗？好，抽奖在 PC Home。好，但我还要念留言呢、欸。有留言吗？哦，有。没有，没有留言哇、啊，大家都不留言了、啊，还是我要留个信箱给大家，那个留，大家不敢公开留言。对，哦，我记得我看到很多萧尚农动算的留言，就是尚农何时要选市长？大家可以留一些比较有营养的吗？各位，人民的心声啊，他们觉得很营养。好啦，今天抽奖吧。我们今天提供的是给 Twitch， 硬塞的网络趋势观察 Twitch 频道的订阅户的抽奖。那我们今天抽的是一个随身小包，是建林提供的。那我们 Twitch 的订阅户呢，只要在 Twitch 的直播 right now 现在底下的聊天室有发言有讲话的话，我们就可以抽，你就有机会抽中建林的小背包。好的，那我们来倒数一下，大家还没有讲过话的可以说点什么 ，say something， 萧尚农动算之类的都可以。你随便讲什么，因为要讲过话，但是随便讲什么都可以。哦，要讲过话哦，那你就讲，我不知道讲什么。萧尚农动算。哦，有人在敲完驾照的故事哎。驾照的故事。不晓得。不晓得，不好说。
讲日本的啦。哦，我去日本这次用 PayPay， 我觉得用的蛮开心的，用接口的 Pay， 接口，你不是用全支付的？我不是用全支付，因为我在台湾，我一直都习惯用接口支付，所以去日本这边没有业配，但是要业配的话，对，请梅毛大大来业配一下。我们刚刚有留一个破口给大家业配。然后我们就是反正你就去日本，然后他应该是正式的地点，所以就叫你切换成日文版本。那你日文版本的时候，你扫 QR code 跟在台湾用一样，就是把 QR code 给对方扫，那就可以支付了。然后现在他的那个优惠好像是 4.5% 吧，所以其实是回馈蛮好的。哦，所以现在也可以 QR code 给他扫，正扫反扫都可以。哦，因为在刚开始这个功能起跑的时候，我们的主编就是前进总统府的 Chris 大大呢，他有使用过也是接口的 PayPay QR code 支援功能，但是那个时候是你只能用你的手机去扫原本的 QR code。对，所以如果你是像超商那样显示在手机上给超商店员扫的话，就不能用。他没有提供这个功能了，但是这个应该在这几个月内被打通了，所以你不管正的反的都可以扫码。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去最常的使用两个支付的方式，是一个是用Passmo， 就是那个有点像 Passmo 是关西的交通卡，对，就是有点像西瓜卡那种东西，因为反正现在没差，就是全日本其实都是通的。嗯，那我之前是用 Passmo， 而且我比较喜欢那个颜色，所以我就用 Passmo 粉红色的。然后第一种就是用 Passmo， 那第二种就是就跟他讲说我要 PayPay， 然后他们就会给你扫 QR code。而且我们看的一个调查报告是，PayPay 这种 QR code 的这个叫支付方式，在日本的渗透率已经不输给credit card， 就是 credit card 好像渗透率好像是70%还80%，然后像这种 QR code 支付的大概是60-70%。所以刚刚你要讲 PayPay 的时候，他们就很正常的就拿出 QR code 给你扫，或要扫你的 QR code。那如果你的网络顺畅的状况下，我�90%到的店家大概90%都没什么问题的，我还是会遇到一层可能会不行，我不确定是因为我的银行余额不够呢，还是什么？你怎么可能银行余额不够？你银行余额不够，我们是负数哎，不是。不是因为你要把，因为他是接口那边是绑了一个台新银行的账户，我台新银行账户那边是没有钱的，你没事不会把那边灌满很多钱，所以都在比特币钱包里面。对，我的法币其实没什么法币。我之前是去北海道的时候，发现公车上也可以刷 PayPay。因为有的是不支援 IC card 的公车，但反而因为你只要贴一张 PayPay 的 code 就可以付了嘛。公车上贴了一个 code， 不支援 IC 系的支付，比较对，就是一些比较不在主要干道上的公车。好神奇哦 ，OK OK， 它还是有分，就是如果这台车支援 IC card， 就是全部都支援嘛，因为它的 IC card 是可以通的。对，就全。但如果不支援，你就要投钱。那你就变成你要取那个公车票，然后下车的时候再找零钱给他，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我就在车上开始研究，就看到哇，这边贴了一个 PayPay，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接口拿出来，然后就扫一下，发现可以 Pay， 然后我就按给他看说，那他按下去，他就 PayPay 就响起来，他就成功了。他自己那边有，他自己会有个萤幕检查这件事情没有？然后他就一只手机啊，他也可以收，然后他也是有一只手机 ，OK， 然后他就听到 PayPay， 对，然后就没事，所有人就没事了，就是对方听到 PayPay 也会觉得没事，我们会觉得哦，对啊，因为他收到了 PayPay 有响啊，所以就没事了。OK， 给大家参考，给大家参考，因为公车跟地铁那些比起来，算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如果你对那里的路线不熟的话，这时候你拿出来啊，看到 PayPay 码扫下去啊，付完就给他看一下数字，然后他的手机响，然后就结束了。而且4.5%我觉得应该其实是蛮高的了，蛮高的回馈。嗯，对，全支付也有回馈啦。嗯，但我忘记是多少，我记得也是蛮高的。反正现在在推行支援 PayPay 的支付方面都有蛮好的回馈，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了，这可以抽了。好，我们进行我们尊贵的 Twitch 订阅户抽奖的活动。大家相信刚刚那么长的闲聊时间都已经留好言了，我们要进行抽奖咯。3、2、1。哇！恭喜 Julin 5525获得了建林的侧背小背包、都市小包、潮流包。我们再请 Julin 私讯我们的 Inside 的各种社群网站的联络方式，最好是透过 IG 啊，因为我们比较常看 IG， 那我们就可以
再跟你要到联络方式，把这个奖品寄给各位啊。虽然有一些听众已经抽过很多次中奖了，但是因为我们不留存各位的个资，所以可能还是要请各位再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留存你的个资哦，我们只有拿来寄信。我其实觉得，其实我光从退群的这些 VIP 可能就在10到20个里面，直接把他们个资都寄下来，就差不多这些。我要请他们授权，我们现在是正规的媒体集团。不要有个资就不会有出版问题。对，我们没有留存，我们寄出去就结束了。好了，最后 PC Home 新闻啊、哦，好来，我今天拉面店有开吗？不知道，没有。今天没有开，今天礼拜二。通常我们要吃拉面是礼拜三，因为礼拜二拉面店是关 的，所以大对对对。哦对，好，那我们讲一下 PC Home 的新闻。PC Home 本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昨天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然后顺便要提名一下董事的候选人，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在关注，因为其中一个原本一个独立董事是童子贤大大，然后就发现他不在了，就先换人了。那你后来有解对，他后来没有解释，他没有解释，就没什么好解释。他现在变成简明一，就是 KKBOX 创始团队之一。哦，对对对，然后说要靠着简明一的网络科技产业跟新创领域的经验跟知识，来带动他们公司。Cool. 行，然后其他两位独立董事不方便说些什么。你刚刚是算了。OK， 想到什么，但是觉得算了。OK 好，很棒。OK， 好的。没有 comment 啊、哦，没有 comment， 你不 comment， 我们也不敢 comment。哇，我们只敢说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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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气象。就皮松加油！他是这一季是亏损还是赔？还是亏？亏损，但是在进步的道路上。哦，就少亏了。对，净、okay. 损。不是你不是说你刚刚不是在直播之前很秋吗？对啊，一直在讲说什么人家打电话来跟你好好的聊天，没有。然后没有那全部否认。哇，好说、哦，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不是，但好，那你总是公关有给一些说法吧、说他们跟在进步的道路上或什么之类的。有啊，我可以朗读一下 PC Home 的公关回应。好。他是说本季度合并税前净损相较过去4个季度显著收敛，就是亏损缩小了，接近损益平衡，那就是还没。对吧？对，确实。观察三月份单月的合并税后净利已翻正、所以三月份是税后净利翻正的。获利改善目标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果。那接下来呢？今年网家集团呢特别重要的目标是持续强化营运体质以及毛利的优化，那要目标是全年合并营收正成长，合并营收，那全年的合并税前净利转合并税前净利，所以期待未来几季的那个营运表现会每一季向上这样子。那针对第一季的 B2C 电商事业还有一些转投资的子公司呢，也在那个财报有说明了，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大概是这样。是不是一个很难有 comment 的值得期待的表现？就反正第一季还是亏损，但符合公关期待，对，就是你有很会做人，这样不是很好吗？确实，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季度。亏损逐渐缩小，然后盈利慢慢回来，期待今年的目标是这个。好，所以没有新闻了，没有了，也没有留言，没有。好，大家如果有事没空，请在YouTube 的留言区，这一集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如果任何跟科技啊、网络啊，或者是任何什么 AI 啊，各式各样奇怪的问题或想法，如果想问我们的看法，欢迎留言给我们，就这样。想问胡神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回应给各位。对，如果问 Fox， 他会给你一些详细的那个，对，因为如果你没问，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如果问了，我通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意见。趋势发想啊，我如果问我们的话，可以帮你把握。好，我这边现场有准备一些。Mia， 你可以问 Mia 的。如果你要问 Mia 的这个大型模型呢，他如果你问 YouTube。
VTuber， 他会涂一些给他给涂，他给涂一些不重要的资讯，对，他涂一些杂讯出来，低豆是攻击。对，然后他会给你 comment 说啊，如果你要问韩星的，我们有其他人可以，我们社群的韩星专业粉丝有其他人可以回应，那大概几种专业可以回答。好，我们有涵盖到各种范围。那如果有对于骑单车有兴趣的，我们也可以请我们主编大大来回答一下。这里谁骑单车？可以吧？可以吧？或是育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询问主编大大。那养猫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问法哥，确实，或是拉面推荐，可以也可以问他。好，好，谢谢，好，再会，好了，谢谢各位，我们不能推荐股票，还是可以推荐美食的哦。OK，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来讯跟我们说，谢谢，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